好，地球你说有一个那个笔直的电线杆垂直于地面，他的意思说这个电线杆本来是直直往上的，对，然后它是折成两段，所以它从 A 点断掉往下跨下来的，会的哈。所以真正电线杆的话，那个总长度其实是应该是 AB 跟 AC 相加才对。哦，它这是断掉的吧？应该是往上才对的哦，会的哈。那么他说这个椅子上半段跟地面夹角是37度，好，给你了。好，然后下半段的话呢，还在地面上面。那么测得 BC 是4公尺，好，然后题目说，请问你原本的电线杆冒出地面总长度是多少？这个答案是8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你就想这个问题哦。题目给你了，他说 sin 37度是 0.6， 对不对？所以相当于是3/5。那对于 sin 而言，那个定义是什么？是不是斜边分是对边？所以应该这边是5，这边是3。啊，刚好是3:4:5，所以这超完美的，所以答案这个刚好3公尺，这个是5公尺，所以答案就3+5，就是8，就是8公尺，没错。这样会吗？会。